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ndarin with Miss Ling from Taiwan。 现在我在我姐姐的车上， 对，然后我们要去龙山寺拜拜。那龙山寺大概离这里大概多久啊？20分钟，大概20分钟左右。对，然后今天还好，车应该感觉不多。 对，因为其实这个礼拜是连假，对，所以连假的最后一天就比较少人出去。对，我们顺便可以看一下台北的街景。对，大家如果有来过台北的话，就知道台北的摩托车还蛮多的。对，今天路上感觉车还好，然后天气没有下雨。 但是不是晴天，对，没有太阳，但至少没有下雨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对对对。那现在我在这个高架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学一些车上的字，后照镜，可以看到后面的车。 前方测速照相速限40公里。然后通常台湾的车都有护身符。如果你觉得很热的话，可以开冷气，或是你也可以说开空调。然后这里是方向盘。 台湾大部分的车都不是手牌，自牌。大家应该有发现吧？如果你跟台湾人一起出去玩，车上都有饮料。对，刚刚我跟我姐去买饮料喝，这样子开车的时候也比较有乐趣，比较好玩。<笑>对，因为大概20分钟的车程，所以喝一杯饮料刚刚好，也不错。那现在在等红绿灯。 看到吗？大部分台北街头的红绿灯啊，都有秒数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要等多久。那通常我跟姐姐在车上，就是我们就聊天、听音乐，然后有的时候还。 唱歌，对对对。哦，刚刚前面的车有叭一声，对不对？按喇叭，所以它按喇叭，或者你也可以说它叭一声，叭一声。好，那现在左转，红灯，我们停。 这边有一个捷运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站是北门站，3号出口。那现在就是行人通过。大家平常在车上的时候都会做什么？欢迎跟我分享。 现在我们经过西门町，因为是闹区，所以车蛮多的。啊，我们差不多要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到了。右转。哎，那边有一个停车场，不知道是停在那边吗？我们要停在那边吗？对。对 ，OK， 好。 我们要停在那边，那边有个停车场，是地下停车场。其实我来停车场的时候，都还蛮常迷路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停 B4 哦。
下去 B4F， 我要好好记下来。这边有空车位显示，好，现在要停车，倒车一下。自动缴费机，那也可以用悠游卡缴费，是不是很方便？现在台北好像都这样，蛮可爱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小标示？走的时候车要小心，不要撞到人。那回来的时候才要缴费，现在不用。好，我们上楼。停车场一出来就是地下街，然后他卖蛮多东西的。好，继续走，是直走吧？好，阴阳。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越来越有寺庙的气氛。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，这边龙山寺这边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圈，所以你可以来这里算命啊、按摩啊、推拿都可以。哦，这样子。那也有人说这边是比较复杂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上手扶梯，大家小心。其实我大概快三年没有来龙山寺了。我觉得这边变蛮多的，然后他们现在这边正在整修这一区。还有些人会买。来来，花板，那个花不要拍照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好。里面的才可以。嘿，了解，谢谢。刚刚，阿姨说不能拍照，外面的花不行，但是里面的可以。好，现在到了龙山寺。好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里的开放时间哦，是每天的6点到10点。那这边有中英文的介绍。这个龙山寺呢，它是从清代清 dynasty 就有了，一直保存到现在，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来龙山寺走走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咯。那今天蛮多人在这里拜拜的，那如果有问题啊，都可以挂杯。那现在我要进去拜拜了，入口在这里，入口，然后出口在那里，所以大家要从这里进去，然后那里出来。入口，好，我们进去。Bye.
我也常常会来拜月老，月老能够帮很多的人找到他的另一半。其实我还蛮常来拜拜的，只要我人生突然有不顺的事，然后或者是我遇到友情爱情的烦恼啊，我都会来拜拜。对，或者是我想要为我的家人祈福，然后希望他们健康，我也都会来庙里拜拜，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。对，然后拜完就觉得内心很平静，感受这里的气氛，然后就觉得很放松，然后走出庙之后心里真的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那喜欢的话帮我订阅按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